我们今天要说的单词是奶，它有妈的意思，它的近义词是娘。在河南地区，它一般用在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上，一般是5到60岁以上的女人。这个词很有特色，在河南话里，只有这一个用"嗯"声音开头的单词，在其他情况下，ng、 都只出现在词尾，比如巴、帮、等。这个声音在其他语言里的单词开头位置会很常见，比如同属北方话的陕西话里的我。比如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就是张艺谋电影里的，那句台词"眼红我想你"，他这里面的眼红"眼"，还有那个就是我，都是以ng 开头的单词。在南方的广东话里也有"我"。在网上查了一个跟 "ngai" 声音意思很相近的一个字，就是女字旁的"爱"，它可能跟 "ngai" 有一些词源关系。爱在南方的一些话里也要指上了年纪的女人，或者是对她们的称呼，不知道真实原理，她们是怎么发音的。他们跟河南话里的 "ngai" 可能有着某些词源关系。另外这个词跟蒙古语里的额吉，这个词很像，它的意思也就是妈。关于 "ngai" 这个词，其他的来源，可能跟奶奶里边的奶有很大的衍生关系。因为奶一般都是自己的爸爸喊自己的奶奶时候用的，也就是第二辈儿喊第一辈儿时候用的。然后第二辈儿有了第三辈儿，这时候就可能产生了对第一辈儿称呼的需要，有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就近从奶分化出一个词。也就是第三辈儿喊第一辈儿的称呼，奶奶奶。其他的可能跟娘也有些词源演变关系，